乐队 Sola 成员 Dino 同埋哥哥 Julio 2005年出道，当年佢哋嘅风头可以话系一时无两噶，曾经夺得叱咤乐坛生力军组合金奖、最受欢迎组合奖铜奖同埋劲爆新人王等等嘅奖。但系2006年嘅时候，佢哋同经理人公司因为解约嘅问题而闹翻，更加孭住七位数字嘅债务，佢哋被经理人公司入禀告违约，杀偿2400万。案件去到2009年。期间一直都没有任何的工作，直至到当年被判违约，需要赔506万。苏拿因为没有还款，最终在2012年被颁令破产。其后他们在2017年就已经移民了去加拿大温哥华。上年10月，细妈 Dino 出席了李婉华的粉丝见面会，不少网民见到他苍老了不少，都很惊讶地问到到底他发生了什么事啊。不过苏拿日前在内地社交平台抖音度出片，自弹自唱经典歌曲《海啸》，可以见到 Dino 已经回春，好像型佬咁，加上 Julio 的迎棍演出，他们两个的阳光味完全渗晒出来啊。海啸散崩。